欢迎各位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根据法甲球会巴黎圣日门的官方消息，他们正式签下拿波里的西班牙中场法比安雷斯，双方签约至2027年。根据知名转会记者罗马洛的消息，法比安雷斯的转会费为2150万欧元，另加一些浮动的款项。而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显示，法比安雷斯的身价为5500万欧元。现年26岁的高大中场法比安雷斯为西班牙国家队上阵过15场。出自贝迪斯青训的他，在2018年由贝迪斯转投以甲的拿波里。据报拿波里是以法比安雷斯在贝迪斯的3000万欧元解约金将他收归旗下的。法比安雷斯在上一个球季为拿波里在各项赛事上阵过38场，共入了7个入球，交出了5次的助攻。我是阿斌，多谢各位收听。好波不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看精彩足球、篮球的赛事。